手上拿的这一款就是我们新推出来的嗡嗡包，实际背上这款 KP 嗡嗡包，铁灰配色增添不少时尚感。柯文哲竞选募资小物是什么？终于曝光，但更吸睛的还有这款。我们特别帮他定了一个1450的 PB， 也就是我们是1450的打击部队。极简设计就是最抢手的小物之一，这顶 KP 帽累积1450 PB 就能换到，强调是1450网军打击部队。但说到网军，民众党网络侦查包含文宣部副主任、Line、Instagram 社群小编，社群42到7万元，一系列和网络有关的16个职缺被网红四叉猫抨击，就是在找网军。我们是要拿钱去招募员工的，那你一开始就说我们要招募网军，这个跳太多了。不过这样的选举到了哦，每天各式各样的这种抹黑啊，什么都会跑出来。租办公室也要钱呢、啊，租总部也要钱呢、啊，雇人也要钱嘛。那我们。明白讲哦，我们以前也没有去搞什么财团挂钩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到现在为止有点像乞丐战火、啊。其实早在23日第一波募款及 PB 首日就已经突破千万，吸金能力惊人，募款金额更早就突破3500万。这回推出 KP 小物回馈赞助，柯文哲也很快就选出了自己最喜欢的是这款。这帽子后面给他写1450。TVB 的新闻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